吃饭睡觉打飞飞。No， 我是追踪者啊。吃饭睡觉打飞飞。会不会啊？哦，我可以飞好高、哦。那在哪里？对，那只飞很高。OK， 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追踪方式可以去、啊、去追击吗？有那边那个对不对？确保你要靠那个追击者，确保绿色那一只。哦，所以绿色那只就是老坏嘛。一看跟着狗走，然后你会发现地上会有脚印，就跟着脚印一直吵。只有他看得到吗？其他人看不到。其他人看得到，其他人也看得到。也、欸、可以标人吗？欸、可以标人。我用手把玩。太远了啦，你都太快啦。有了七只马。我看到大飞哥了啊！大飞这个大飞哥这个器官非常非常大，器官非常非常大。Chuck 在就是在追击的时候很重要，然后你记得一定要放那个搓屁股的。我觉得我们的那个速度好像跟怪物比起来，怪物速度比较快，对不对？随便的，我们人比较多哎、欸。在哪里啊？啊，斜对面，对面那边，快射他！哪边？有没有缓速？先缓他。我想缓，但是不是现在？我没有，我没有什么可以去那个吗？医疗兵有麻醉枪。狙击枪的第二个子弹哦，有，我看到他已经架起那个立场，对不对？啊，干，飞飞在上面啊，机位啊，他跑太快了。我看到他，在哪边？几百码嘞，这里是不是？太远了啦。那我们那个小怪兽是干嘛的？小怪兽，那条是我的怪啊。那个狗啊，追怪用的。有多高 CP 使用率？我可能不能用录影的吧？好吧，我先把录影关掉，看有没有了。救命啊！黑咖啡好雷啊！我被咬了，我肠子也被咬了，是鳄鱼吗？里面还有鳄鱼哦，所以这样黑咖啡他这样都死掉了。没有，算半血，没死。哎、欸，你们离我那么远，不能补啦。在哪里啊？飞在哪里啊？找到他。这里，我在你后面。欸、我从头到尾都没看到他的那个身影过哎。你会有哎，对，他在化妆机旁边啊，来那边。阿信。阿飞哥了呢？怎么进化、啊？你们要告诉我怎么进化啊？进化就是你把那个怪打死，然后你按对着按，刚按长按哦，按住一下就会吃。吃完你会发现你上面有一条，慢慢越来越多。我已经满了。满了。哦，所以我的护盾值，我的护盾值是不是那个啊？是不是不会特殊的附加？它的护盾值是我那个怎么讲？我掩护它的时候，它才有效果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说我这样子平常在按你，也没什么用吗？没有用，所以你等于是你要那个就是等于是被打的时候再用它就对了啦。对。哪里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进化。这跑进化好像是按你把 B 按住。V。嗯。哦。原来如此。我在之前的那个版本啊，在就是第一半年前的版本。你知道那进化啊？进化很北齐哦。你看进化，它变成一个蚕蛹，然后在这边等很久。所以有时候你在变蚕蛹的时候被发现了、啊。那里。我看到脚，哎呦，被打 ！Help！ 三八，你 Help me！ 快过来，我们打不到啊！抓他了没？抓他了没？有抓到吗？跑掉了。他跑。对，速度之快啊！对呀、啊，我看到他了。地上会有一个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脚印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大家都看得到，只要有追到猎杀大飞哥。好，越来越近了。医疗兵记得站远一点，然后射麻醉枪，可以让怪物、那个啊。后面是后面吗？没有啊，我站真不太上，因为他这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。怎么讲 ？Titan Force 他那个要一直跳来跳去啊。以小博大就是要这样、啊。我们是不是要分散开来去追啊？我觉得像我们这样追好像比较没有分散，被各个击破。是啊。千万不能分散追，因为单挑绝对不会赢啊。对，不可能会赢。我看他进到水里面之后就没有那个啦。坏东西，你的狗狗离你也太远了吧？它最后是进到水里面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哦，原来进入水里面消除脚步是、那个脚印是不是？你要消除脚印有两种方法，一个是进水里面，另外一个就是你按
滑鼠右键可以变成有点像潜行，就不会有脚印。那之前那个制作人有加个 pebble， 就是你先站着走，然后再把那个脚印弄乱，原地这样左右走左走，然后乱走把那脚印弄乱之后，然后哇，这也变成那个 hunter game 哎，好猛哦！我看到他，我看到他了，他刚才他刚刚过河了。不是我在说，这条狗走超慢的。要玩，把那个怪兽玩好，要很有心机，超有心机的人就会把它玩好了。哦。欸、我觉得我们这样打到他三级，我们就不用玩啦、啊。对啊，说三级。三级的话就变成，因为他简单来讲，怪兽一级是你们追他，二级是你们平分秋色，三级是他们追你。可是那三级之后，我还不知道打赢他。我看到他了，就是他。不是打赢他，就是变得是你们三级的分工合作的那个部分要更，哪里更强？更强。对，这个类型。往哪里去啦、啊？我就现在都一直在猫抓老鼠，我好像看到它了。看这只狗真的跑超慢的，你真的追得到吗？我怀疑你。它上面。游戏太好了。所以怪兽看到我们吗？太高了啦！元飞你在搞什么？下来，下面。我在上面吃东西啊，吃到饱。看这我飞的也这么高吗？怎么上去啊？对啊，根本上不去啊。有点太扯了哦，太扯了啦！不止哎，猎人要上去就按住方那个空白键，然后就可以飞上去。大飞哥往哪边跑了？大飞哥，不过他不上来没关系啊，你支援兵丢那个空炸，他就下来了。哪一个？所以你现在他现 在哪里？就是你啊！他现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他跳走了吗？空炸他这是 CD 时间，还是说他有弹药数量？没有弹药数量，然后都是 CD 的，哦，都是 CD 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狂放就好啦、啊。哦，他三等了，被三级了。轰炸这个 CD 时间超久，很久，超久。我第一次玩，我都不太清楚啊，都一直被那个追来追去，都看不到半个人。啊，菲菲呢？应该是在附近。没有，怪兽三级你就死定了。不会吧？应该还是有机会赢吧？有啦，就是要每个人的职业都自己玩的那个职业都要很熟，就要打，那打跑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来，看他，哇，好大只！放一场，隐身，怎么放了吗？放了。来，汉奶，小心，长屁股后面。射到吗？走。好、哦、啊，那个飞弹要，他那飞弹不是一次一发的，他是一次很多发这样子啊。一次啊，被打倒八发吧。Medic， 哦，好痛哦！咦、啊，太痛了吧 ！Medic， 我在弄了。啊，在弄什么？在弄。我在补了啦。没关系，我后你们，后你们，没关系，我护盾。弄死他！跑！我鸡啊，鸡哥！哎、欸，鸡哥，往这边跑，往这边跑！你怎么打、啊？哦呦！快火了！隐身！有没有办法先把它定住？干，我尽量在定的，可是他实在是擦屁股的，太痛了！擦屁股是哪个角色啊？我啦！那个，你先定住他！看我地板狂擦，他已经跑得跟飞的样子。擦！医疗兵，如果说有机会就广爱射的那个麻醉药，我怎么救了？哇、哦！大轰飞啊！不累。黑咖啡加油，再扛一下！啊，干！黑咖啡最近。不去了。老坏趁！救命啊！我去啊！你先救！快！那是笨狗在那边看我啊！救了吗？有。OK，Nice。先隐身。我们先重整态势。那、啊、他人呢？跑掉了吗？知道，没看到了。那、啊、怪兽可以回血吗？怪兽可以回血，不行，不能。那个哥利亚不行，只有哥利亚不能回血。哥可以。哦。哎、欸，坏东西，你的狗也可以补血。
如果说要补血的话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己进化，才有办法补血。这样，黑咖啡跟上啊！等一下啊，我在卡在树中间，我还到处放。这陷阱有那个吗？地雷有那个限制吗？都没有。有人说老皮说要让新手，自己去玩得很顺手。哎、欸，他说我要让我好不好？我第一次玩哎、欸。哇！哎、欸，来，快点换到换到。哦哟！没事，你们上。哇！老坏电他。点了再进啊！哎、欸，爸爸，不要快打我了！你干什么了？什么银快打你？你这银快打我了！隐身，隐身，隐身！哦！好痛哦！救命啊！定住他了没？但我很想定啊，问题是他现在。好猛，有中，狂狂分享打他，他血剩一半。哇、哦，我要飞了，我要飞了！哎、欸，救我！应该的。来个救！我在上面。哇！不要！啊，狂炫来的！救命啊！我被烧死了，老坏死！太猛了。你们先放东西来吸引他注意。啊！我看隐身，快！啊！我死了。死的话就是我要等多久才可以复活？可以复活吗？还是没有？可以吧？好像等时间到，是不是？你们先跑给怪物追，！我还喷火，干超凶！我下。Medic down！ 黑咖啡逃命啊！黑咖啡！你在跑，黑咖啡跑啊！不要干啥！被逃命啊！哇、哦，这好刺激哦！黑咖啡一直飞来飞去的，跑！你飞到屋顶上，想办法逃命吧，黑咖啡。啊，完了，输了！吸掉量，鬼中吸掉量。坏东西的狗狗可以帮我们复活。哎、欸，是哦。对。没关系，那燕燕先跑，他快追了。你啦，林泉来西，超燥的，来西。啊！哦、oh, ，nice， 那什么东西？快搞！凶猛、啊！为什么？黑咖啡，快跑！为什么没扫地雷？确定你放的是地雷？去了啊，输了啦，全死了。你狗还被打，好可怜哦！哇，狗倒了！不行，来，凶猛了吧？来西死掉了。